给我做东西。拿什么？在电动车那个坐垫下面拿个那个工具过来。电动车在哪？哦，看到了。这里是吧？啊、哦，打开下面。啊、哦，对，就它。哪个工具，老哥？就是黑啊、哦，对对对，就这个。好。哦，老公啊。嗯。他出去做工了，那怎么办？怎么打火啊？这电动车不用打火的呀，就可以开了就行啊。开了没有？屏幕亮了没有？啊？屏幕亮了没有？显示屏亮了没有？亮了。亮了。松手刹，加油啊！松了。哦。然后你记得就是。启动之前先刹一刹车，它就能解锁了。哦，慢点哦。好。结婚这么多年，第一次让他骑电动车。你慢点啦。那你干你的活吧。这是小伤，割出来的，我的手不显痕迹。无论我在哪里，我的痕迹在哪里。老沙要亲自上去滚平凸出来的地方了。今天师傅们在贴厨房的瓷砖了。我们家这个客厅的超级推拉门开始安装了。这是一个12平方的一个推拉门。看我窗外的风景漂亮吧。老哥，你看我们窗外的风景可好看了，是吧？啊，就是你不好看。哎，这样好看了，好看了，好看了。劈灰的师傅呢，这两天主要是在劈外墙。我们这个是1.6的，这家质量不错，1.6的是很厚的。大家网上有些1.6不一定是1.6哦。对，老沙要亲自操刀，把有些凸出来的墙给它打掉。擦这个啊，哪个？
看，又是个灰人。这房子再把我老巢给累坏了。还是我们去风景看看吧。噔噔噔噔。现在师傅是在帮我装房间的推拉门，我的主人房一个窗户，一个推拉门。想傻吗？你想？这是我洗手间的门，黑色的门。大家看我厨房这样贴效果好吗？灰色系加白色系，会洗得很干净吧？扫干净，然后给它贴上保护膜。我们先是做一件贴一件，不让它受伤害了。看我家小麦这个小二郎腿翘的。走走，我家小猫可乖了。全部搞好，装修好了，这个门就上档次了。对。要开始整理它的花园了。你把洗手间的门给装好了。老乡现在绑绳子，然后等会儿让劈灰的师傅们帮着给我吊上去。去。
进来了吧。来来来，开吃开吃开吃。最快速的方法，给大家看一下我吃什么菜啊。蒸排骨、红烧豆腐、青菜、两杯酒，一个男人。现在是在喝金银子酒是吧？嗯，金银子酒不是，我们两个最近腰疼得很厉害，那个腰疼，天天天天干活了。对，去热热。